维港景靓香槟，这个是任食三个半小时的意大利 brunch。 尖沙咀的马可波罗香港酒店 Christina 的意式 brunch 在正天星码头旁边，靓到呢，五大注目位即刻同你睇。必食一，传统意式烤乳猪，切起嚟索索声，皮脆肉嫩，必食。必食二，鸭肝汉堡，即煎即制，鸭肝够厚身，邪恶。必食三，自家制意粉，每日新鲜制作，质感柔软烟韧，配上番茄汁，风味更佳 ，yummy yummy。必食四，海鲜加生蚝，生蚝大虾、海脚、龙虾任食。必食五，橙酒火焰 pancake， 加入法国橙酒之后着火，加上新鲜橙皮和雪糕就得了。以为食完仲有主菜，香煎盲醋鱼柳拌柠檬和牛油水瓜柳汁，招牌的班尼迪蛋拌菠菜和黑松露，红酒换牛面黑肉，最紧要可以加钱任饮汽酒和香槟嘛。Cheers!